嘅練習啦。咁佢有兩個佢有一個符號嘅，就係、是、有個音咧係用個圓圈圈住嘅。咁啊會有兩種嘅彈法，譬如第一行咁樣啦。第一行佢喺個哆，佢個哆音咧由個拉弦變出嚟嘅。咁有兩個彈法，一係咧就同步按到佢個哆，另外一個咧就先按落去，然之後直接彈，直接彈，先按到哆，然之後彈，彈出嚟就係個哆音噶啦。咁咪睇下視乎肉咩情況會出呢一個啦。如果非常之快嘅時候咧，那個時值係快嘅，咁我哋通常咧都會係按定咗佢先至彈嘅。如果佢係慢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會同步。呢個係個上位音嚟嘅，唔同嘅。如果係尖嘴，就喺後半拍按落去嘅。咁但係而家呢個咧，佢個拉係圈住咗咧，我哋就同步慢慢按到落去嘅。個行個速度嘅時候咧，左手行嘅時候咧，按嗰個過程係會比較慢少少嘅。咁佢而家係80啦，試一次先啊。80個速度啦，如果覺得快可以調慢少少，我哋睇下試下72嗰個啊。嗱呢個都可以嘅72嚇，追唔切80嘅時候啊。咁講解喎，呢個第一個咧就係個上滑音啦，都去到 re 嚇，唔好放手，彈個 so 先好放手。我哋數拍子，一拍兩拍，一拍兩拍，好個拉要去到哆，一定要撳到佢個哆。咁啊唔好聽啊！如果去唔到，唔好聽啊，因為拉隔咗個 T 咧，佢拿 T 到小三度嚟噶，所以呢個拉咧要撳大力少少。呢、这個 so 要撳到去啦啦 ，so 定住唔好喐，跟住彈個 re 一齊放手，跟住 mi 好，再嚟多次呢四個小節啊！好，跟住另外嘅兩個小節，佢又開始有按變音啦。我哋嗰個拉咧係由嗰、那個哆係由個拉變出嚟嘅，嗰、那個係高音哆嚟，有漏咗一點嘅，要加翻高一點，係高音哆嚟嘅。哆跟住 ，so 我哋數住佢個一拍兩拍一拍兩拍，咁再聽一次。另外一個方法咧，就係先撳定嘅，再聽一次，兩條弦都要一樣嚇，跟住 so， 我用翻第一個方法。Thank you.
跟住就按二弦上一，嚇要有比較嚇，後拍先去個咪 ，re mi so so， 一拍兩拍寫成 re。符號下面隔離嗰度咧就有橫線啦，哆哆哆咁樣啫。我哋個連勾嘅時候咧，個中指咧要稍為要出嚟少少嚇，其他啲手指咧自然垂低收埋，就唔可以攔花手嚇，唔係咁樣。唔好趌高其他啲手指啊！每撳一條弦行條過線嘅時候咧，都要俾少少力。咁樣先會發到力嘅。咁我哋睇翻第二個小節嗰度啦。咪咪咪咪哆哆，呢個哆咧最撚尾個哆咧，第二個小節嗰時收嘅時候咧，呢個稍微收細力少少個哆啊，個哆細力少少。哆完之後就俾第二個哆哆咪。我哋一路上行，我哋要一路漸強度。喺行緊度嚟咪嗦嘅時候咧，這個拉咧嗰、那個、那個手指公咧已經係走出嚟，要指住佢個拉弦啦，要準備定啦，睇一次啊，再嚟，已經出到嚟呢度啦，跟住就撳落去。它譜度咧就係托托嘅，咁我哋都可以用翻托托，或者你可以用一個連托啦。但個蘇咧要拎起，要提彈，俾個食指落去個咪度。好，再睇一次，或者係另外一個。可以俾少少震音，咁呢個咧就唔俾嘅，會俾喺手指公嘅嗰條弦，大指嗰條弦啦，會俾震音，咁我要收噶啦。咁我跟住再試一下八十嗰個速度啊。这个是有少少难的，第一次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的，听到个刀去到刀了，只手就要停在这里了，定了，不要再加力了，如果再加力就会再偏高了那个音。但是如果用第二次的时候呢，你不知道个音高是多少，
但是又要聽到那個音咧，咁所以有啲難度嘅，就平時要練多少少啦，咁啊撳多啲弦線個手感咧就會好啲啦。